check, check. 让你的身体是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是保持有力跟健康的。自己要转，还有几分？大概可以拿二十分吧。我自己也有一点陷入内耗，可是我还是想要坚持去分享我一开始有改变的那个初衷是什么。嗨，大家好，我是 May，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前阵子呢，我收到不少健身界的前辈，还有不少网友的关心。首先呢，先谢谢各位的指教。那我深切的检讨后，我真心的觉得自己还有可以再精进跟进步的空间。尤其是涉及到运动伤害，还有健身房安全性的问题，更是要小心注意。即便我自己曾考取过国际的教练证照，也和专业的教练学习过一段时间，我仍希望自己，尤其是作为有影响力的创作者，能够再具备更完整的健身知识，还有更优质的动作技巧。所以这集的影片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过去三周以来上三重杠铃的肌力与体能的课程。对，那有一对一的指导，还有团体小班的课程。所以这次影片呢，其实是走一个比较 vlog 性质，真实的记录我上课内容的片段，还有我学习跟精进的过程。然后最后还有一小段 Q&A， 是我访问 Raymond 教练有关于大重量训练的一些疑问。好，那如果你对这集的影片有兴趣的话，就跟着我看下去喽。今天重量在前侧的时候，你会变得就是，你如果往前趴的话，那重量就会往前掉了。所以说你的脊柱会被强迫在一个中立的位置，所以相对来说，前负重的动作对于脊柱的压力比较小一些。是因为当我们在做负重训练的时候，那你的脊椎它其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这时候把肚子往外撑开，它可以去征召我们周遭的核心肌群。OK， 那所谓的核心肌群的范围，它其实并不只是只有我们的平常看到的六块肌啊、人鱼线啊、马甲线，而是它是一个圆柱体。OK， 它就非常非常多的肌群组成。主要的范围是从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横膈膜以下到我们的骨盆底肌以上，这个圆柱体它都叫核心。那我们把它撑开，因为有点像是我们去制造一个安全气囊，然后去保护你的脊椎。这时候你在做训练的时候，你的脊椎压力很大。等一下要出门，那今天呢要上的是三重杠铃的团体课的小班制。那因为我从来没有上过这种肌力训练，就是有杠铃，然后就可以做成团体课的，还蛮期待待会的课程会长什么样。我知道妈妈要出门都那么不开心呢。OK， 主要在神经的刺激，然后我们再多一点。肌肉上的一个力量 ，OK， 好嘞。等一下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做爬行哦，往前爬的时候脚尽量往外伸展 ，OK， 膝盖尽量往外伸展，去伸展你的髋关节 ，OK 好。这手脚伸直，回正，然后换脚，回正 ，OK， 一边五下。等一下，我们在做动作的时候，稍微做几样东西。第一个握杠，然后挺胸，吸饱气之后站起来 ，OK 吗？好，吸饱气，站起来，漂亮。
的碰到胸口在上哦。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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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n Uber to the airport, terminal 3, a couple carry-on bags, please don't weigh these. What do you do? A little do-re-mi, me and my brother, we flying down for the weekend. We got an Airbnb by the beach, have you been there? Can hit a party if you speak French. Oui, well, are we gonna be friends? So far. Oh. 对，站起来，闭眼睛，做得好，然后再吸口气哦。撑开一点。对，做得不错。好，站起来，闭眼睛，前脚掌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好，所以我视线看哪里会有差？其实没差，其实没有差，连我观众都这样。好 ，OK， 准备。我会喜欢看正面偏下。逻辑上来讲啊，你的脊柱要完全直立的，所以说应该长这个样子。但是，实际的操作上会有个问题，就是很多人在往下面看的时候，它会变成直接变驼背。是。对，所以反正往下看，我觉得是一样。对于初学者而言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必友善的指导语。嗯。对，因为你重量肩胛很重，你用往下看，你会容易就是被往下。原背。对，所以我认为，只要你在脊柱中立的情况下，能够挺翘的情况下，你的颈椎。它的一个负担其实没那么大，所以头稍微往上仰一点，这是 OK 的。绷紧，对，吸饱气，来膝盖微微外侧啊，好，脚底板撑稳，好，来站起来，漂亮，来吸饱，好，往上 ，OK， Tell me how do we decide if you would be my would be? Wonder if I could cheat. I promise I'll be coming for my honey like a good bee. Or a bear or two, and we'll be up sky high, no parachute. See the winners, see the ones, so I'm scared to lose. So take the next touch with me like a pair of shoes, yeah. I'm just waiting for, just waiting for, I'm just waiting for something. I'm just waiting for something. I'm just waiting for, just waiting for.是我们要提升在运动表现上嘛，对不对？可是你其实把运动表现听再简化一点点，它就有点像是日常生活。嗯，因为运动场上它是日常生活的更高级的去延伸，对不对？是。好，那这个东西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比的是谁跑得快，谁的力气大，对吧？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会选说哦谁的胸肌比较大一块，我们会比较先看的就是哎你有没有腰酸背痛这个问题。对。哦，那你在跟朋友出去健行去爬山的时候，你会不会膝盖不舒服？你能不能好好做到这件事情？嗯，对吧？我们是先有健康之后，那才会去追求更多其他细项的东西，对不对？对对。OK， 好，那我们的训练和表现是这样子，我们不会拘泥在于可能像是传统的健力三项，嗯，或者是某些特定的动作，像例如像刚刚你做的躯体划船，你做正手，嗯，那你问我说，那是不是有些人会做反手 ？OK。在于我们而言的话，我们都会去练。原因是因为你的日常生活，你的运动场上，它动作啊，它的一个形态是多元的，它并不是单一的形态。嗯，对，所以我们训练也会强调是多元的训练。嗯 ，OK， 所以逻辑上来讲的话，我们会练非常非常非常多大量不同的变化动作。嗯，对，让你的身体是可以在任何时候都是保持有力跟健康的一个状态。对。Okay。是不是冠军的选手？哎，太高兴了！因为我昨天有看到你限动，然后我就点进去想说哪个女生那么厉害，然后还是有我的腹
机的状态是被两个蚊子叮。这个是小只的，小只三十，对，然后这是比较大只一点，这是35。那我先放下面这边。Would you do it for me?
我需要帮忙，我需要帮忙。小三。Was racing, but never felt my time was wasting. My mind was chasing, ain't no debating. I'm feeling you. I'm trying to get together, figure out what to do. Even after some disasters, we were making it work. But never did I ever think that you would do in the dirt. Stay cute while you smile in your brand new skirt. Just happy that we've been together and we never get hurt. So say, girl, why you kick it with them guys all day? 做那次压力是多少？说事先绷紧，这样子。事先绷紧。对，在做的时候你会直接有标准带。但你如果这些主动用力 hold 住它，重量在 hold 住风，往上 hold， 对，看这样变成主动在 hold 住它。对，是我小臂也要先出力，然后再加上。Never got some worries when with me all done. Change the picture that you paint until the paint all gone. Cause I'm just falling for the artist like your name on some. Like, wonder if you spent the winter all alone, yeah. Cause I dump these falls. I dump these falls. Nothing left to hold, yeah. Cause I dump these falls. I dump these falls.If you knew what I do for you, for you. Next to me, we both see it's crazy, crazy. But when we walk away from problems, even right outside the door, then we running back together cause I know you wantin' more.Seeing what's between us and not what we got in store. But the pain we feel is real. 今天的深蹲有做到50，然后单手肩推10，单手引体。这三周上课完的感想是，确实跟我平常练习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在这边呢，会更注重自由重量的练习以及神经系统上面的刺激，所以常常有时候练完的感觉并不是肌肉在疲累，而是神经在疲劳的感觉。然后也因为我们常常做蹲举或使用的重量要上到2RM 的重量，也代表负荷的重量是比较重的，所以也会更注重运动伤害的风险。所以教练在动作技巧还有在细节整个姿势的琢磨上会更加的要求。对我来说真的是收获良多，然后也很期待，就是因为现在经过三周，但大概后面呢还有2个月的课程会继续努力的学习，希望能够再持续的精进。那接下来欢迎我们帅气的 Raymond 教练。嗨。那我想要问你，就是以你看妹这几次上课以来的表现，觉得如何？如实回答即可。哦，哇哦。我老实讲，我必须要老实讲，其实我觉得我一直都觉得妹她的动作她很大。对，而且再来是因为你一直有在训练的一个经验，所以你的一个身体素质其实非常非常好。那只是一些小细节，稍微调整一下，我觉得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算是很好教的，因为当然，因为有在运动习惯的人跟完全没有运动习惯的人，他们在对于动作的领悟上会有些差。是，对，因为你已经比较习惯身体的使用方式。对，所以说这方面我没有很大，对，所以不用太担心。那接下来的部分呢？因为我相信很多民众对于大重量训练还是充满问，或者是很有兴趣。对我这边呢，想要跟你进行一个小访谈。第一个问题是，为何要做大重量训练？什么人需要做大重量训练？那如何定义大重量训练？这个问题我一直在问。一个来。第一个是什么人需要大重量训练？OK， 首先我觉得
他们都需要大重量训练。那这边大重量训练，可能是我的大重量训练跟你的大重量训练，我们两个重量是不一样的。对，当然我假设我举起200公斤，不一定要那种举200公斤，你只要能够举到对于你来说是很高强度的重量就好。对，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做大重量训练，并不是说要你马上开始举起那200公斤的重量，而是循序渐进的往上增加。对，那在于这种重量训练呢、啊，它其实对人体来说，它的像是神经啊、骨骼啊、内分泌系统啊，然后像是你肌肉发展啊，它们都有很大很大的效果。对，所以说，其实不管今天是青少年、一般人、孕妇、中老年人，他们其实都是需要重量训练。所以没有分年纪，也没有分男女，当然当然，对每个人都是有帮助。对，就像是保健食品，就是你吃了，然后身体就会获得更多的年资。对啊，那每个人都可以吃，但是可能吃的东西不太一样。嗯，对。第二个问题，请问一下，健力与健美的差异，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其实这个还蛮多人会去搞混。那健力跟健美的话，它其实有一蛮对我而言，它有点像是篮球跟排球的差异。都一样是打球，可是它其实是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运动。对，那在对于健力而言的话，就是举起越大重量越好。是。对，那健美的话，它可能是你的身体的线条、你的肌肉量要越漂亮越好。对，所以两只是两个本质上是不太一样的东西。那它们的优缺点的话，我觉得健力它比较可以去刺激到我们所谓的神经系统，刚提到的。是。对，然后再来是健美的优点是它可以让你可以拥有更好。对，这是他们的优点。但缺点的话，我觉得健力它的缺点就是很多的专职的健力选手，他们在为了追求到一个运动表现的一个过程上，他们可能会牺牲掉比较多其他的东西。对，因为他为了让身体很适合举起大重量，那他可能变得不太适合，相对不太适合跑动、跳舞。对，因为他身体要有很大的稳定性，所以他可能不太适合这些东西。那可能像是健美的话，很多的健美选手他们可能。对，他们的外形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但是因为他们的训练是分开把肌肉分开来练，对，所以说如果说我今天假设我要打篮球、打排球这种东西，它需要协调性的东西的话，那这时候的身体整合的一个程度可能就会比一般人的话来差一些些，对，所以就是他们的优缺点。那你会怎么样建议训练方式都要去解决？其实我觉得就是选你喜欢的东西，然后去尝试就好。对，因为并没有什么所谓最好的东西。对，只有就是你有兴趣喜欢的东西，然后你持续的去做，那你看到身体的改变，你开心，那其实这样就可以。那第三个问题是自由重量的运动风险，然后初学者要怎么渐进式的学习？自由重量啊，其实我觉得，相较于打篮球或者是打排球或者真像网球这种竞技运动的话，其实自由重量的风险还是。对，因为我们今天在跳起来的时候，场下有人的情况下，那你在落地的情况其实是很多是不可预知的，对，所以这时候反而受伤风险比较高一点。那我们今天在做自由重量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坐起来你会不舒服的重量，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去慢慢的去加重，就是让你的身体可以慢慢的往上提升，对。不过我觉得还是要掌握一些大原则，就例如说像是核心的使用，对，其实基本上你知道核心会使用的话，你已经可以免疫掉60%以上的伤害了。对，然后再来是去练习的，像是屈髋、推髋、髋骨的使用跟膝盖的使用，大概就这样子。对，所以说你只要掌握这些基本原则的话，其实自由重量的训练它的风险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即便是初学者的话，一开始训练也可以从自由重量开始。逻辑上讲是可以，可是我们刚前提是你要先会这些东西。对，所以其实建议还是先找专业，然后去做学习会比较好。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呢，现在还是有很多女生呢，她们非常的害怕举更多的重量这件事情，所以对于害怕重量的女生们，有什么话想说？我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像是，她比较能够由你来的。对，因为你让更多的人知道，哦，原来我们做运动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得到这么多的效益。对，那对于我们而言的话，我们其实表达的东西会比较深、比较硬、比较深的。对，然后像你这样的角色，我觉得是其实对我们这个产业来说是有更正面的影响。对，因为你用让更多人听懂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去认识这项运动。对，所以我觉得这题应该是由你来回答比较好。好，那其实我自己最开始我也是非常害怕的。从一开始我其实。
开始有改变的那个初衷是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还是想要坚持去多认识大重量训练，或者是跟更专业的教练去学习这部分，因为我还是希望可以透过我的影响力去跟尤其是女性，就是对这方面有吸引的女性再多的去提倡大重量训练的好处，不只是可以让你的体态有比较多的转变，然后在很多生活的